我再往左边偏，看见这里，这边是偏进去了，然后这边是就说有间隙的，是它是往左边偏的情况。首先吧，现在开机大约是用3公里的速度，3英里，在3的时候往左边偏，调左边的螺丝，往顺时针紧的方向，先紧半圈，等一会儿，让跑带跑一会儿，现在慢慢的这边这个距离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然后再紧1/4，然后这边的缝隙越来越小，然后现在基本上左边和右边间距离差不多，基本上现在跑带在正中间的位置，现在就可以了。这是往左边偏的情况，我停一下。